八零年是全国第一台风单球出产的蔬菜，当年的产量大概有两万公吨，不过呢也不合乎规格的云单球三卡的四分之一。韩国云单球有好在的时间过短，买的时间价格如何提半夜半变呢？可是农民的销售压力过大，也因为安尼按冬天来，八零农改厂就开始来做云单球相关加工产品的开发，利用野牛皮韩国化来推出各种各样的产品，按照为用途而来带动产业升级。有农粉皮处理厂在后来介入，大年度节气皮肉前后提出个时间来卖。不过节后是从四 Q 莫安泰时间长短措施农产囤食，发现农改从进行技术里转，提出提供农费，那么按正个分担来做多年个开发。开发出有清香的如何精油，每老牛提出来做如何各种老物种来调，轻松好食，产品当然提升农产界附加价值。技术转移吼，做得老安利的水墨合材质合模商品价值的二维吼，来做一个处理啊，咪稳定安利合好的二维品质合好的二维价值啊。我们冬天到了。你还要吃热乎乎的火锅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推出来的就是文旦凤梨梅子酱，这个和风酱非常适合我们吃火锅的时候，蒜肉片或是你的凉拌的青菜去淋这个酱，是风味非常的特别的。文旦一摘摘病毒机器开始运作，老精油炼出来。没有机器刺痛了温蛋的肉分离出来，农会从经过两年的研发，建立完整的机械化加工技术，老传统年龄类比整体作业效率提高15%下降。取果肉的部分呢，或者说取果皮，我们在传统都是用人工去做原料的取得，那我们现在有这些机械化，其实就可以去大大提升这些原料的效率，那可以降低成本，那或许在食品业者他们也比较愿意做相关文旦加工品的投入。一下发现农改厂已经老幼儿染、幼儿文浆、幼皮通，了了加工技术，受天不水美，福利香港农会，每开发改良幼儿满足，未来没有机会，但你国内饮料市场，加加三年升级，带动提丰农业的发展。下个新闻网引查前日台北报道。